人会遇到一些困难，我把她当妹妹看，我也有义务去帮帮她。好，你和黎明从小是一起长大的，就跟亲人一样，我怎么会去阻拦你帮她呢？那么在此，我先预祝你进入顶峰，一切顺利。还有，谢谢你今天专程跑来告诉我这些。 其实我之前做了一些调查，顶峰最近拿下了好几块地皮，一下子钱是提不上去的。好了，没事，放心吧。所以呢，所以你们就在这里秀恩爱了是吗？司剑宇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你们刚才不是很亲热吗？哦，你们俩现在是。 强强联手，最佳拍档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傅一泽，有时候我挺羡慕你的，和我妹妹还没分呢，这又勾搭上周可可了。不过可可，我也想问问你，你到底是喜欢曲恒呢，还是喜欢傅一泽呢？哎呀，看不出来你这么开放。你别给我胡说八道。 你们都是我的敌人，我警告你，别逼我动手，动手，来呀，我看你有多厉害！冷静了吗？可以好好说话了吗？ 这一拳算我还你，在顶峰帮过我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俩的情分到此为止。我原本以为我们冷静一段时间之后就可以回到过去，但是现在我发现一切都变了，我们俩变成了竞争对手。 现在的感情还能回到从前吗？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处理我们之间的感情。其实，一切都没有变，我没有变，你也没有变，我们可以在一起的。好啦，别说了，再说我真的会心软的。 我会受不了。对不起。现在真的不能接受你的感情。